这个是模仿爵士鼓里面的大鼓、小鼓跟打。那大鼓的话听起来像这样子，听好。接下来你们听到任何声音都来自我的嘴巴。OK， 我先来一段大鼓。大鼓听起来像这样。来点掌声好不好？耶、yeah。OK， 再来一段拔，拔听起来像这样。OK， 再来是小鼓，小鼓听起来很多种，第一种小鼓听起来像这样。OK， 再来一次，再来，还有。OK， 我将这些声音呢，丢到一个左边的一个隐形的音乐盒里面 ，Check this， 上点发条。OK， 当我手放开，音乐就开始进行。谢谢。OK。再来，我带来一个 B-box 的一个技巧，它是声音加上旋律同时一起进行。我先介绍鼓这方面的旋律好了，鼓听起来像这样子。OK， 我将这个鼓呢加上一个 Godfather 里面的旋律，那个旋律听起来像这样子。接下来你会听到这个旋律跟这个鼓同时一起进行 ，Check this。Check this. Come on, everybody, follow me. Follow my step. Come on, one, two, three.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谢谢吴姐姐，还有姐姐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歌词加上节奏，同时一起进行。先节奏来了。
谢谢。哇，这好，满分满分满分。接下来开放 KTV 现场点播歌曲。